就算泡在水里也不会掉色的彩沙，我还是头一回见。没有哪个小朋友能拒绝玩沙子的快乐，不仅能让孩子主动放下电视和手机，玩的时候还能培养专注力和创造力。把颜色铺满的过程又很好地锻炼了色彩想象力，里面大大小小有32张画卡，卡片的背面又是一张精美的明信片，礼盒包装送人自用都很不错。